现地球发烧了，导致气候异常，因此我们想发动一个 U-Bike 环保大作战，希望达到节能减碳效果，并且让全民来运动。赞！但是我们发现 U-Bike 也有一些问题，让不是很多人会喜欢使用这些那个交通工具，像有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那种脚踏车太高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向那个 U-Bike 的单位反映这些。我们希望透过问卷访问路人和学生，了解 U-Bike 使用上的问题，并且解决问题，增加 U-Bike 使用率，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。其实 U-Bike 很方便，一，先将 U-Bike 卡放在这个上面，二，再将脚踏车拖出来，就可以骑了。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检查到，所以可能不然是一辆他提供的检查单子，就要不要增加戴安全帽？很紧张，但是后来发现很多有骑过的人都很愿意帮助我们。其实大部分人对那个 U-Bike 都觉得 U-Bike 是一样非常好的设施。很开心。原本我不太会骑脚踏车，经过练习，虽然还是不会，但至少会骑。大家都多骑 U-Bike， 然后多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，然后减少碳排放量。我觉得这个行动可以改变别人，就是让大家去多去骑 U-Bike， 是不要自己单独做，要分工合作。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宣传，然后和我们一起骑 U-Bike， 不要一直开车。环保大作战成功。